我是台湾的导演 Hou Hsiao-hsien， 有了西哥。 东京物语给那时候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次呢，正好松竹要拍他的这个纪录片，那正好是小金导演逝世的等于是30周年，有这个机会，我就顺便整个看了他的大部分看了他的片子。这中间我非常喜欢的是他的晚秋，晚春。 麦秋，还有这个《东京物语》，我又重看了一次啊。我感觉小金导演像个数学家一样啊，他对当时日本人的生活的状况是非常的清楚，像个非常透彻哈，就像个非常冷静的一个。 一个解剖者哈，一个解析者，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像数学家一样哈。而且他的元素呢，永远是家庭的背景，然后是在描绘两代之间啊。他整个几乎我看了这么多片子，都是在说女儿出嫁这件事情。他在这里面随着。 时间的不同，然后它有发生不同的角度跟空间啊。这个基本上是以一个创作者来讲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拍同样的一个题材，这家是没有很强的自信的话是做不到的啊。因为我自己最近呢。 看了一些小金的片子，然后我自己最近正好要拍几部关于现在的台湾的一些状况的电影，所以其实看了他的电影，对我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启示非常大的就是，我虽然已经感觉到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间的这种观察跟了解已经是非常的客观了，但是比起。 小金导演那还是差得非常的远啊，所以我感觉在日本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一个导演是非常幸福的事情。